咱们开始最后一个内容，历代隶书名作赏析。那么这部分内容啊，我想我有两个目的。那么一方面呢，给大家拓展知识面，要咱们这个前面仅仅接触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碑名作。那么在这部分啊，给大家介绍更多一些的。那么除了咱们以前接触之外，隶书在东汉时期啊发展到了鼎盛，那么同样是成熟的八分书，它在风格上面啊有很多种表现，可以丰富大家对汉隶的一个理解，这是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是选用历代隶书名作？咱们可以把汉隶和魏晋时期的和唐代的隶书，包括清代的隶书，咱们做一个发展性的一个回顾。那么可以看到啊，后人从汉隶当中继承了哪些，是吧？那么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德与失，德与失。你比如说，按照咱们现在的一个大家的共识，隶书发展到了清朝，到了清代，那么出现了不是所谓的一个复兴，而是一个再辉煌，再辉煌。包括咱们现在的这个学界，是吧？咱们这个书法界仍然是在创作方面仍然是在走着这个清人的一个道路大方向上面。那么可见啊，清人他的艺术实践是成功的。这些成功从何而来？这个呢，希望大家在这个观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啊，也做一个思考。首先咱们看一下秦汉时期的隶书。那么这时期的隶书啊，咱们分成两类来看。一类呢叫墨迹，一类呢是刻。咱们在讲到隶书的种类的时候，曾经提到两个概念，那么一个概念呢叫古隶，一个概念呢叫八分。对于古隶的概念啊，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啊，广义的古隶指的就是秦汉时期的隶书，包括不成熟的和成熟的都叫古隶。它和什么相对呢？它和经隶和楷书相对。那么还有一个指的就是狭义的古隶，狭义的古隶指的是什么？啊，指的就是从先秦开始，一直到汉隶成熟之前的这个隶书。那么这种隶书，因为啊它在各个方面还不够成熟，还具有了一个古拙之气，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古隶。古隶。那么它和什么相对呢？它和东汉时期大面积出现的成熟的隶书相对的，对应而言，这是一个概念。还有八分，八分的概念很复杂，是吧？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通识。那么所谓八分书，指的就是大面积出现在东汉的。八分书最早出现的是在西汉的中晚期，那么大面积的这个出现呢是在东汉，尤其是在桓帝、灵帝、桓灵之际，咱们看到好多汉碑名作都是这个时期的，大面积出现在东汉时期的成熟隶书八分。那么咱们看到这个是属于古隶，墨迹啊，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是一个地名，在湖北，湖北。那么这个地方啊，出土了这个秦国和秦朝的啊一些墓葬里，那么这些墓葬里面有一些文字的记载，主要是在竹简上的，南方产竹。啊，咱们看这个字形，这是属于典型的古隶，是吧？在字形上面还没有完全定型，有的偏扁，是吧？有的偏长，有的偏长，啊，不够凝定。在典型笔画上面也没有形成这个成熟汉隶出现的所谓咱们俗称的蚕头燕尾，是吧？按照规范的说法，出现什么呢？波挑波折，还没有，还没有。但是它如何和隶书和咱们说的篆书去区分呢？因为它已经出现了以方折的笔画去代替圆转线条的趋势，这种趋向，历变过程之中。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字，这是个什么字呢？吉，及格的吉。什么叫吉啊？下面是个手，上面是个人，是吧？也就是手抓到了人，
赶上了追上的叫急，那么这是篆书的，在这里面是吧，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笔画的一个方折度，那么最后这个笔画也有走直线的一个趋势，这个要比咱们看到的刚才这个要发展成熟，是吧？里面呢，你看出现了像长，是吧？急的这个笔画已经变直了，对不对？啊，出现了像令这一个很接近汉隶的这个古隶了，这种形体了。同样是在这个睡壶地，时间啊略略厚一些，但是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古制的，包括字的书写方法上面，你比如说像这个字。过是吧，用的这个左侧的这个部件错用的仍然是篆书的一个形体，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出土的老子，那么有两个本子，甲本乙本，咱们看的这是乙本，它的载体是帛书啊，是帛在丝上面书写的，那么这个字体和前面相比，我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什么呢？典型笔画逐渐的就出现了，字的这个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如果说前面还有像过这种字的话，那么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你比如说，你看这个字也出现了这种燕尾，这种折笔，是吧？你像这个有字啊，越来越正过来了，上面是个手。是个右，那么越来越平整过来了，那么笔画也有了什么变化呢？有了粗细变化了，知道去装饰了。那你看对比一下前面这个，尤其是这一类粗细变化不大，对不对？你看这些典型的笔意也少，和这个相比明显的笔画也变直了，直笔倒多了，但是仍然不够成熟，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从字形而言仍然不够凝定，对不对？有的长有的扁，不是像咱们看到的曹全碑这一类的很统一，这是一个。第二个，典型笔画还没有说进一步去美化规范它。这仍然是西汉初年马王堆出土的，是吧？什么呢？是木牌上的。那么大家看，这叫什么呢？这叫离丝，这叫熬绝丝，弄一框子，然后呢，我需要啊，对这个框子里面东西啊做一个标识。那么这个框子里是搁什么的呢？搁梨的，水果的。这是什么呢？哦，搁一种器皿的，绝呀，器皿的，所以挂个木牌。那么这个字和前面这个咱们这个相比的话，是吧？很轻松，书写的很轻松，尤其是像这个丝，这个笔画，是吧？弹性很足。我们说墨迹隶书，什么时候出现咱们所谓的成熟的八分样式？那么刚才提到了，是在西汉的中晚期。如果确切的来说，应该在汉武帝的晚期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咱们看到这是什么呢？是西汉昭宣之际的，昭帝和宣帝时期的，在定县汉墓里出土的这么一个竹简，字形凝定，笔画典型，是吧？这个字以中线为轴，左右分位，笔画有明显的一个粗细变化。知道啊，在重主要的笔画当中去雕饰、去装饰，具有一种美化特征，和前面的相比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这个来看是咱们看的比较早的。那么继续看一下啊，这个咱们看到这件呢是叫敦煌木简，那么这个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隶书，这是什么呢？这是草书，是吧？咱们在讲到这个隶书产生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什么呢？隶草，是吧？隶草。那么这个草书章草如何产生的？它
它也是在鼓励的基础上面。曾经给大家画过一个表，啊，那么这个鼓励啊，有两个路子去发展，一个是什么呢？政体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美化，变成什么了？变成咱们说的八分成熟隶书。那么还有一种是把它里面一些草化的这些符号再进行一个演绎，再进行发展，这就变成了咱们看到的所谓的草隶，啊，这个变成所谓的隶草，是吧？如果再进一步进行规范的话，这就形成了咱们说的章草，章草。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这种成分，啊，在敦煌时期的这一册。那么这一件也很有代表性，这件作品是在东汉建武三年的，啊，也是属于敦煌这个竹木简当中的代表作。那么左边这个啊，出现了咱们看到的这个成书隶书的样式。那么右面这个呢，甚至出现了看到什么有点行书的味道，你看像这个字很接近咱们看到的行书玉啊。所以讲到这儿呢，咱们可以插出一个话题啊，说这个字体啊，有些人把字体看得很静态，某某时代发展突然到了这个时代了，是吧？就好像新年钟声一敲响，马上这个行书就诞生了。到了下个时段，钟声再一敲响，某某字体又诞生了。看得很死板，它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事物都是在混合当中去发展。所以你看看这个时期，东汉时期，东汉初年的，这就有行书样式东西在里面，有所谓的新隶体东西在里面。所以启功先生啊，他有个观念，我想现在对学界的影响，对这个文字学的研究来说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什么呢？咱们应该以书写的动态的这种状态去看待文字的发展。文字是写出来的，字体怎么去演变的？如果不写，字体演变不了。那么在写的过程当中，它会有风格的变化，是吧？会有这种样式的变化。那么这正是各种字体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兀思马驹策，哎，这个章草的味道已经很浓了，啊，也是东汉建武。咱们看武威的汉简，啊，甘肃武威，那么这个也是西汉晚期的武威的伊犁简，啊，非常好。从它的形式上来看，已经很接近于咱们说的这个成熟隶书了，对不对？你看像这些笔印。很典型。那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看的《银碑》当中这个字啊？接近吗？《银碑》不有个仙字吗？这种笔意很接近，字形也偏扁，只不过和咱们看到的所谓的是吧石刻隶书相比，它的动感更足。大家看一看，像这个笔意，这个笔画啊，看看像这个笔画，和咱们刚才看到的石门颂这个折笔的方折是不是有点接近？所以我有一个提议，啊，这个呢也是启功先生反复强调的，那咱们学习任何一种字体，一定要把如果有可能，一定要把墨迹和所谓的石刻结合起来来看，你不能很单一，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我对汉隶当中我有些笔画我理解不了，没关系，你可以拿墨迹去参照它，去补充它。那么你的隶书你不会写的死板，会写的很活脱，很活动，是吧？既有京师味儿，啊，很端庄，很稳重。那么同时啊，这个字也很活，这件写的很好，啊，武威王让昭令策，啊，字形啊也是很随行的，偏长一些，但是书写感很强。你看看像这个字，这隶，是吧？调笔过来，你看这一笔画完全是以可笔写成，没有蘸墨，层次很清楚，诗和干的一个对比，对吧？你看像这个论下半部这个侧，它的一个这个横竖笔画的一个连贯啊，一个连贯。你看像这个如左边这个女的一个写法，这个写法咱们放到回想一下，是吧？哎，在曹玄当中有没有啊？反者如云啊，是吧？
在这个章签当中有没有啊？可能有这个字，对不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咱们对咱们有什么启示没有？这种用笔方式，包括像这个，这一件是在东汉顺帝望都汉墓题记当中出现的。那么这是一件墨书，这是一件墨书。这些字，你看像这个人，和咱们看到的这个曹全碑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所以啊，对曹襄东有些笔意你理解不了，你来看看这个墨迹是怎么书写的，墨迹怎么书写的。好，这是对秦汉时期啊墨迹隶书的一个回顾。那么咱们看，由古隶一直到了向成熟的这个汉隶去发展，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大概在西汉的中晚期出现了成熟意义上的汉隶，那么它和石刻的墨迹相，石刻的书迹相比的话，这种墨迹的隶书更显出它很一种活力，运笔很活脱，字形它也是这个变化不拘。杨亮买《山地记》，可是在西汉宣帝时期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实际上啊，成熟的这个隶书汉隶样式已经出现了，但是啊，你看，这个恐怕有点模糊啊，你像这个八，像这些字，还是偏于古隶。五凤刻石，是吧？西汉宣帝的五凤刻石，山东曲阜孔庙，也是典型的这个古隶。蚕头燕尾还没有出现，对吧？兴莽天凤三年的，现在在山东邹县孟庙里面的莱子侯刻石很著名，好像还是和前面差不多。再往后看，是吧？现在在杭州西泠印社里面盖了一个这个碑亭屋，给保护起来了。什么呢？叫三老会字记日记。这个是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大家看看这个字，每个字口不大，仍然是古隶的样式。东汉明帝大开通保协道刻石，是吧？大家还记得那个吗？咱们石门颂里面说的吗？第一次凿通石门，凿通保协，这个修持保协道在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在明帝啊永平年间啊？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啊？宗昭元二西夷残孽出事了。那么在汉安帝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次记载了这个开通，这叫大开通。那么你看这个字，偏于古隶，仍然很拙。这个和石门颂可大不一样。大吉买山地记，可是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在浙江绍兴，有一点这种样式了，是吧？但是啊，仍然是很古拙的。好，大家发现问题没有？这个时间段一直到什么时候啊？到东汉的章帝，是不是？那么咱们不能说的这么死，大概就是在东汉初年的时候，那么在石刻书记上面，好像还是古隶居多。那么反过来说，拿咱们刚才看的墨迹书法相比的话，好像要提前，对不对？这种成熟八分的样式要提前，这是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有些同学曾经给他提议，我提出问题，他怎么会这样子？这个他为什么会出现滞后的这种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石刻的这个书记永远是想要这个，咱们不能用守旧这个词，永远想要什么呢？做到一种庄重的效果。因此他在书刻的时候往往想保留前代的这种庄重的风格。那么相应的墨迹书法，是吧？更多的表现出它的一种灵活性。所以新的字体的样式往往首先在墨迹书法当中表现出来。讲到这儿还可以咱们做个衍生，是吧？咱们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很著名的论辩，
叫兰亭论变。变的什么原因？有些专家一看，是吧？哦，看到这个南京出土的什么呢？王兴之夫妇墓志，啊，这是王氏家族的墓。结果拿出来这个字一看，方头方脑的。你看看王氏家族的字应该是这种字，对不对？所以开始质疑兰亭叙事委托。那么再加上前代人在文献上面有一些佐证，说这更是成问题了。但是现在一些学者说，这个并不是问题。什么原因？石刻的书记它永远是要略滞后的，它要保留这种庄重的效果。你想给一位王者的就墓志上的书记能拿兰亭序的风格来写吗？那是不可能的。他要庄重，是吧？他要这个表现出这种典质。反过来说，手书的这些字迹，它往往具有一个字体发展的一个领先性，领先性，因为它相对受到的约束要少，啊，这也是咱们要做说明的一个方面。